404公寓首播，由美秋里 PD 打造的新节目，集结刘在熙、车太炫、吴娜拉、梁世灿、Jenny、李正和等艺人，在复古公寓内进行推理。开播前备受观众期待，但韩国网友在播出后普遍认为无聊，有点失望。像美秋里的游戏搞笑占80%，前半部很无聊，后面才开始有趣。但因为前面太老套，很多人直接不看了。因为嘉宾们才有2.7%的收视，尤其是 Jenny 参加节目带来了极高的关注度，很多人看节目都是因为 Jenny。但这个收视率跟罗 PD T Seventeen 制作娜娜 tour 差不多，都是粉丝在看而已，并没有取得国民度。希望404公寓之后调整节目比重，让推理更有趣，才能抓住观众的心。